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0年4月21号，星期二，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昨天16点11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16点，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5到6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部分地方伴有浮尘或扬沙。另外，省气象台昨天20点50分发布道路冰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20点，我省大部有雨雪天气，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积雪或道路结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省下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中到大雪，其他地区有阵雪或雨夹雪。今天全省气温大幅下降，各地最高温都将降至2到4度之间，最低温在0下6到0下1度之间。长春小雪，最高温2度，最低温0下3度，提醒您注意保暖。好，了解文天气，来看新闻。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昨天，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总结2019年工作，研究部署2020年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巴音朝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景俊海出席会议。巴音朝鲁指出，去年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外事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对外工作部署，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有力推动我省对外开放，扎实促进对外友好交往，推动各项外事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事工作意义尤为重大。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外事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进化，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期的新变化、新趋势，聚焦服务党和国家总体外交，服务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全省外事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国家工作大局和吉林振兴发展做出更大的外事贡献。巴音朝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始终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始终坚持地方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始终坚持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确保新时代吉林外事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进一步树立大外事理念，服从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深化与东北亚国家交流合作，切实加强外事管理，协同推进对外友好交往。要突出外事工作职能，从实从细做好疫情防控中的涉外工作，加强境外返籍来籍人员和外籍人士服务管理，保障外贸企业、外资企业、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切实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妥善做好抗疫对外援助工作，体现吉林人民的大气担当，深耕厚植、守望相助、风雨同舟情谊。要充分发挥外事服务经济的独特优势，突出向东、向南、向北三个战略方向，做好搭建平台、打开通道、打造环境三篇开放文章，助力打造吉林开放合作新高地，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开放平台和在地建设，全面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发展壮大跨境电商、服务外包等新业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巴音朝鲁要求，地方外事工作是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面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夯实地方外事工作的基础，推动提高地方外事工作实效。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省委抓总、各有侧重、相互配合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各地各部门要发挥好党委的统筹职责，形成上下联动、步调一致的工作格局。要建立健全我省外事领域制度体系，加强研究谋划和顶层设计，形成架构清晰的外事工作体系。要突出政治标准，注重专业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对外工作队伍。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加会议。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组织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细化分工，完善政策，强化举措，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听取省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施工图实施进展情况。会议指出，省政府以总施工图方式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狠抓落实的具体举措，必须一以贯之，常抓不懈，常抓常新。一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贯彻执行到位，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要实时梳理解释，确保精准落实到位，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系统研究、细化提升、常态化、机制化抓好落实。三要压实主体责任，确保闭环管理到位，夯实责任链，强化协同链，优化流程链，推动工作上下贯通，一抓到底。四要真抓实干担当，确保跟踪问效到位，各地各部门要专班抓、系统抓，形成具体工作思路、目标、机制、举措，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强化督导约谈，坚决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等问题，营造良好工作氛围。会议强调，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是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文件，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持之以恒加强和改进作风，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办、国办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况通报以及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紧盯两不愁、三保障、安全饮水、危房改造等突出问题，较真碰硬快整改，严实深细抓攻坚，倒排攻击补短板，大力发展扶贫产业，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主持召开省政府2020年第14次常务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议部署，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全力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奋力实现全年既定目标任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月8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当前我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疫情防控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审知有关部门10个专项工作以及全省草地摊业和防控准备工作等汇报，讨论通过关于1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关于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实施意见，吉林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等，决定按程序上报或印发。会议指出，今年1季度极不寻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全省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夜以继日连续奋战，抗击疫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复工复产复市提速扩面，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一要千方百计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因时因势完善措施，科学精准有效施策，为全面复工复产复市复学提供保障；二要千方百计扩内需稳增长，
充分释放消费潜力，通过发放消费券、开展省内旅游、发展网红经济等方式，精准撬动需求，拉动增长，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全力以赴谋项目、建项目、引项目，形成谋划一批、引进一批、落地一批、建成一批、投产一批格局，全力稳外资、稳外贸，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三要千方百计抓六保，稳住基本盘，要保居民就业，完善服务体系，强化双创双引带动，抓好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要保基本民生，打好三大攻坚战，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要保市场主体，坚持一企一策一专班，落实好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政策，要保粮食能源安全，做好备春耕生产，科学防灾减灾，有效应对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加快国家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等建设，要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巩固好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要保基层运转，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坚决压缩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四要千方百计打好政策组合拳，创造性落实国家政策，强化要素保障，确保真正见效。五要千方百计抓好工作落实，按照图表化、清单化、手册化、模板化、机制化要求，对标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强化包保制度，畅通上下联系，形成工作合力。昨天，我省第六批支援湖北反击医疗队结束14天的集中休整，返回各地。欢送仪式在长白山管委会池北区举行。此次结束休整的队员共有131名，在武汉抗疫前线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圆满完成了救治任务。长白山管委会向这些白衣天使发出了邀请函，所有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将终身享有免长白山景区门票待遇。现在很舍不得长白山，我想等到春暖花开我还会来长白山。儿子，妈妈，妈妈特别想你，妈妈想马上回家看你。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我就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来欢送他们，欢迎他们以后才常来。欢送仪式上，第六批支援湖北反击医疗队队员向长白山管委会赠送了由队员们签名的防护服。在未来，我们全体一定更加戮力同心，为我们吉林省乃至全国的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昨天下午，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抵达长春，受到了医院医护人员家属的热烈欢迎。因为有了这些英雄，有了这些逆行者，才有了我们今天这样平安幸福的生活。支援武汉期间，吉大二院医疗队累计救治危重症患者117人，危重症治愈出院率达98.3%。我觉得抗击疫情本是我们所有医护人员的一个职责所在，希望以后呢没有了疫情出现，希望咱们每个人都幸福美满，幸福安康。4月19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截至4月19号24时，全省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累计治愈出院5例，在院隔离治疗6例，吉林市4例，长春市2例。上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76人，已解除医学观察65人，正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111人。截至4月19号24时，全省连续56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4月19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截至4月19号24时，全省累计报告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其中3例已定证为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例。再来关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4月19号0至24时，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2例，其中8例为境外输入病例，4例为本土病例，黑龙江3例，内蒙古1例。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9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5例。当日全国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22例。
截至4月19号20:40，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2747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583例，累计死亡病例4632例，累计治愈出院77084例。下面来看黑龙江绥芬河口岸的境外输入疫情。根据黑龙江省卫健委通报，4月19号新增绥芬河口岸输入确诊病例4例，均为中国籍，没有新增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和新增疑似病例。截至4月19号24点，累计报告绥芬河口岸输入确诊病例375例，含1例治愈出病例。现有绥芬河口岸报告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6例，含1例治愈病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新发言人米峰表示，近一周以来，现有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持续下降，但是经过陆地边境输入风险仍在上升，已经有入境城市出现本土关联病例，进而引发聚集性疫情。他提示，要坚决守牢重点城市和口岸疫情防控关口，提高检测能力，加强医疗救治，强化个人防护，阻断疫情的传播。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境外输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2天降至10例以下，但是个别省份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病例在持续增加。19号，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病例3例。针对这一情况，记者采访了黑龙江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黑龙江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谢云龙说，随着不久前防控等级级别下调，人群聚集的现象又有所抬头，是造成反弹主要的原因。黑龙江省的2起聚集病例都是由于人员聚集造成的。截至4月19号0点，黑龙江省该病毒传染链已导致哈尔滨市54人感染，包括36例确诊病例和18例无症状感染者。特别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了1传43的聚集性疫情。一呢，是我们部分医院的个别的医护人员，第一呢，他自己防控工作做得不到位。第二呢，对于病房内的这个相关的人流动的人员呢，护理人员呢，他这种管控呢也没有做得很彻底。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医院的一些相关的传染病防控的一些流程啊和规章制度落实的不到位，还有就是相关的个别医院的领导对这个工作的重视程度也不到位，所以导致了我们2起医疗机构啊，新冠肺炎这个院内感染事件的发生。目前涉及疫情的哈尔滨市道外区、道里区已将低风险等级调高至中等风险等级，并采取了相对应社区防控措施。涉及疫情的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发生院感的整个大楼已经清空，并进行全部的消杀处理，现在处于封闭状态，同时对医务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个别楼层也已经封闭，进行了消毒处理。对于此次哈尔滨市新冠肺炎病例出现跨省传播的情况，谢云龙说，目前对于所有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全部进行了隔离和核酸检测。其中呢，有一位是辽宁来的女士，她是来黑龙江护理她自己父亲住院，护理她的父亲，然后她回到辽宁检测出来的核酸检测是阳性的患者。所以现在应该说，我们对于所有的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全部进行了隔离和核酸检测。19号晚，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牡丹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孙波介绍了牡丹江市新冠肺炎病例的定点收治医院的院感控制制度。新冠肺炎病人走专用电梯通道，除医护人员外零接触，危重患者收治病房均是负压病房，并对病房空气进行无害化处理，所有医疗垃圾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后集中转运，病人的检查转运均是专用通道，专用负压救护车辆，不会污染到周边环境，也不会影响到周边居民。
在此次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疾控队的队员们来得最早，部分队员坚守到昨天才撤离武汉。他们的工作范围也是最广，涉及疫情分析、形势研判、流行病学调查、社区防疫等九个方面。昨天，他们当中一部分队员乘机离开了武汉。从疫情发生以来呢，国家疾控中心在国家卫健委的统一部署下呢，先后从全国调集了36支防疫队，将近1000名的疾控人员来到湖北武汉进行支援。那么其中，中国疾控中心来的最早，撤离的最晚。援汉疾控队呢，并不是全部撤离武汉，他们还有一部分队员会继续留在这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环境卫生与消毒工作等等。那么此外呢，随着边境地区防输入形势的严峻起来，也有一部分疾控人员呢前往绥芬河进行支援。那么这支近1000人的疾控队伍，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呢，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控经验，把好社区防控、发热门诊、面对面流调三道防线，落实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的防控措施等等。那么在此次疫情的初期呢，首先呢，中国疾控中心就从北京调配了一套 P3 移动实验室，2月5号就在武昌方舱医院投入使用，之后呢又转展于武汉的各个方舱医院，并且快速设计和开发核酸检测统计系统，将湖北省的核酸检测能力呢从每天的300人份提高到3.5万人份，反馈结果时间呢也从过去的6天缩短到4到6个小时。疾控人员呢，加强流行病学调查，摸清传播规律，是疫情防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据介绍，目前已经形成了1300个流行病学调查小组，那么仅在武汉市就累计完成了1.2万名病例的流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阎蒙成在昨天的例行新发布会上介绍，3月以来各项经济指标正在逐步好转，经济运行正常秩序正有序恢复。从3月份以来的情况看来，各项经济指标正在逐步好转。生产方面，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量指标呢明显恢复。3月份呢，工业降幅比前2个月呢大幅收窄了12.4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的降幅收窄了3.9个百分点。4月上旬用电量已同比增长了1.5%。在需求方面，内需也在正在呢不断恢复。1季度投资消费的降幅呢，分别比前2个月呢收窄了8.4个和1.5个百分点。在预期方面，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呢，分别回升了16.3个和22.7个百分点，双双重回荣枯线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也指出，中国经济出现的复苏趋势令人鼓舞。1季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吉林省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积极出台各项政策，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确保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虽然受疫情冲击，主要经济数据有所下降，但仍在可控区间，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呈现，向好态势日趋明显。初步核算，1季度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2441.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23.65亿元，下降2.9%；第二产业增加值716.58亿元，下降13.2%；第三产业增加值1501.61亿元，下降3.1%。各产业细分领域看，今年1季度我省农业生产小幅下降，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下降3.5%，其中生猪存栏量增长1.1%，羊出栏量增长4.3%，家禽出栏量增长4.2%。
工业降幅大幅收窄，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2%，降幅比1至2月份大幅收窄9.8个百分点，收窄幅度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居第二位。今年一季度，我省生活必需品和网络销售实现正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中西药类商品三月份分别增长10.2%和8.2%，网络零售额三月份增长35.1%。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激励下，今年一季度我省固定资产投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个百分点，进出口、居民消费、铁路货运量都有不同幅度增长。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意见要求审理涉及疫情纠纷要坚持调解优先，注重多元化解。对受疫情影响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鼓励当事人重新协商解决，切实维护市场秩序。意见主要对受疫情影响的合同纠纷如何处理做出了新的规定。意见明确，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仅导致合同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重新协商；能够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切实加强调解工作，积极引导当事人继续履行。当事人以合同履行困难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支持。合同依法变更后，当事人仍然主张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外，新规明确，当事人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以及相关密切接触者，在被依法隔离期间诉讼期限届满，根据新规可以申请顺延诉讼期限。意见还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在强调依法平等保护的同时，专门对劳动者、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中小微企业的帮扶等做了规定。其中意见明确，用人单位不得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等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意见明确，用人单位仅以劳动者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被依法隔离人员或者劳动者来自疫情相对严重的地区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就相关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正确理解和参照适用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省级人民政府等制定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的政策文件，切实加强对劳动者工资福利待遇等合法权益的保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严厉惩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品以及食品药品的行为，维护社会市场秩序，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中小微企业司法保护方面，意见强调，对于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可以采取灵活的诉讼财产保全措施，比如在保障申请人权利前提下，能够活封的尽量不死封，切实减少对困境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同时，意见还要求人民法院要加强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协调，支持用人单位在疫情防控期间依法依规采用灵活工作方式。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从19号夜间开始，我省大部出现了明显降水降温天气。昨天早上，吉林省气象台接连发布寒潮黄色预警和蓝色预警。本周气温将持续偏低，较常年同期平均气温偏低5度左右，同时降水频繁。20号的午后，到21号，我们省啊，大部分地方还会有这种雨夹雪、转雪天气。那么其中啊，像白城、松原，还有东部的通化、白山一带，各位地方呢，会出现雨夹雪转中到大雪。昨天，白城市北部的镇濑县出现了雨夹雪转小雪天气过程，平均降水量达10毫米。由于降温幅度较大，导致路面结冰，交警部门全员上岗执勤，城市管理部门出动大型清雪设备，及时进行除冰作业，确保道路畅通。昨天，伴随着降雨，外出的通化市民又换上了冬衣。眼下正是春耕生产阶段，通化市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各地备春耕农民预防低温，对温室和蔬菜大棚开展提温作业。各地呢，去做好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温室蔬菜的冻害。气象部门提醒畜禽养殖业和有关农作物要及时采取防寒措施，各地应尽快完成春播整地工作，待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适时开展大田播种。4月20号6点，东北区域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开展今年春季首次跨区域人工增雨作业。两架增雨飞机从龙家机场起飞，奔赴吉林省东部、中部、西部进行4架次人工增雨作业，为我省春播期带来及时雨。截至20号11点，已完成2架次飞机人工增雨作业，飞行时长7小时，使用雁弹210发，地面增雨作业发射火箭弹29枚。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的共同影响下，吉林省平均降水达5.9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中到大雪，其他地区有阵雪或雨夹雪。今天全省气温大幅下降，各地的最高温都将降至2到4度之间，最低温在0下6到0下1度之间。长春小雪，最高温2度，最低气温0下3度，提醒您要注意保暖。吉林省气象台昨天16点11分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的16点，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区有5到6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9级，部分地方伴有浮尘或扬沙。另外，吉林省气象台昨天20点50分发布道路冰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20点，我省大部有雨雪天气，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积雪或道路结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相关预防工作。随着国内疫情不断好转，为了释放消费潜力，让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受益，昨天长春市政府宣布将发放总额度为1亿元的消费券。消费券主要包含特惠型、普惠型、购惠型3种类型。消费券怎么领取、怎么使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特惠型消费券将于4月22号发放，安排资金1000万元，主要发给全市低保、特困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及退伍军人服务保障优抚对象，总额为2000万元的普惠型消费券则面向所有在场人员。在场人员呢，可以在指定的时间通过登录阿里支付宝客户端去抢票，电子消费券即刻存入市民的支付宝账户中，每张是50元，一共是40万份，每名在场人员只能抽取一次。购汇型消费券安排资金5500万元，采取购物赠券的方式，所有在场的消费者，包括外地来场人员，在指定的线上年销售额1元以上商贸企业，使用银联云闪付或阿里支付宝 APP 扫码支付，单笔消费满2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一次赠券机会，获得率100%。规模以上的线上企业22家左右具体呢包含比如说欧亚卖场、欧亚商都、欧亚连锁店、卓展、国商、苏宁云商、永辉超市等等。消费券的额度呢分别是20元、50元、100元、500元、1000元。
直接到账。到账之后，可以在长春市所有的具备使用银联、使用支付宝账户的所有商家进行消费。另外，发票还可以抽大奖，在4月20号至6月29号，个人取得的由长春市注册登记的实体店经增值税发票税控系统 V2.0 开具并经过验证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单张金额在100元以上，便可有机会抽取一汽品牌汽车和购物卡。每天都会产生一个大奖，就是一台20万左右的一汽品牌汽车，它有4名这个2等奖是5000元的购物卡，20名3等奖是500元的购物卡。昨天，长春、四平、白山和长白山四地92000多名初三年级学生迎来了开学复课第一天。长春市第87中学初三年级学生共733人，为了避免学生入校时集聚，学校设置了3个入学通道，并将学生们分布在4个不同楼层上课。目前我省中考时间尚未确定，为了抢回因疫情耽误的初三复习宝贵时间，上课后师生们迅速进入学习状态。我们会这个尽快的为孩子们做好这个线上学习效果的一个评估，有针对性的为孩子们进行一个指导。我们很有信心做到艺不沾身保健康，不负时光成绩长。为全面做好开学准备工作，长春市108学校严把排查关、入校关、饮食关等关卡，针对学生到校的不同方式做了健康卡。对于坐公交车的，还有徒步到我们校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我们在健康卡上也分别由班主任教师加以统计，加以了标注。我们学校采用的是5测温。学校还储备口罩3万个，保证每人每天1个口罩。师生的午餐则由长春市教育局指定的营养餐公司进行配送，再由学校统一将饭箱送到每个班级门口。这里是长春市108学校，现在是中午11:20。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学校是实行以这种班级为单位的配套送餐，而且每个班级呢会被分成 AB 两组，这两组呢会分别在2个教室进行用餐。在四平市第3中学，学校为了检验学生云课堂的学习情况，开学前进行了2次网上考试，把学生网上学习和即将开始的课堂教学有机的衔接起来。白山市复课学校在校门口分别设置了入校等候区，保持安全距离。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国际方面，19号，20国集团卫生部长视频会议召开，来自 G20 国家、嘉宾国家的卫生部长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等约40人连线参会，就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分享经验。20国集团轮值主席拉比阿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全球各国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并采取紧急行动。他呼吁建立国际特别工作小组和有关病毒的信息共享中心，以便各国更好地形成统一措施应对疫情。同时，要充分重视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带来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呼吁20国集团各成员以科学和证据为指导，以坚定的决心继续支持全球抗疫行动。目前20国集团中的一些国家正在计划如何减轻社会限制，但解除限制并不意味着流行病的结束，还需要预防以应对疫情可能复发的情况。会议上，意大利、日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和中国等国家的卫生部长就数字医疗、重症治疗、疫苗的研发与生产、疫情对社会各领域影响以及国际疫情防控合作展开讨论。中国国家卫生与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在目前本土传播已基本阻断、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前提下，中国依旧没有放松警惕。我们不断完善防控和治疗方案，同时通过网上知识中心与全球分享中国方案。中国始终本着及时、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
与世卫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通报信息。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坚决反对谣言、污名与歧视，携手帮助卫生体系脆弱国家提高应对能力。中方将不断分享防控、诊疗、救治方案，并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止到北京时间昨天10:38，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升至759467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0677例。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和纽约市，近几天来新增死亡病例数及住院人数等指标出现走低的势头。纽约州州长科莫19号就表示，纽约州可能已经越过了疫情爆发的高峰。不过，科莫和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都警告说，疫情还远未过去，不能放松警惕。德布拉西奥还说，他曾多次向联邦政府求援，但都没有得到回音。President remains silent.And the money to relieve America's cities and states doesn't come, he is guaranteeing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 recovery. So President Trump, what's going on? Cat got your tongue? You're usually really talkative. You usually have an opinion on everything. How on earth do you not have an opinion on aid to America's cities and states? So my question is, Mr. Trump, Mr. President, are you going to save New York City or are you telling New York City to drop dead? Which one is it?联邦政府希望越早复工越好，并称美国所有的州都有足够的检测能力，足以初步重启经济，并部分恢复民众正常生活。但一些州则坚持应该先扩大检测范围，不仅要查出新的感染者，同时也要查出哪些人已经感染过，具备了免疫力，以此作为重启经济的参考。双方在复工复产与保持防疫限制措施方面存在着矛盾，甚至还很尖锐。马里兰州州长霍根就表示，联邦政府所谓各州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检测的说法完全是谎言。为帮助医护工作者加强防护，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城县的公益组织与社区志愿者组织活动，联手为当地医院和医疗机构制作防护面罩。此次活动的负责人说，这批防护面罩制作完成后，将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医护人员手中。再来关注欧洲的情况，近来部分欧洲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一些国家政府正考虑进一步放松限制。西班牙卫生部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重新降至500以下，为近一个月来最低。西班牙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这些趋势让人看到希望，但仍需谨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一天宣布，将向议会请求将国家紧急状态进一步延长至5月9号。桑切斯预计，西班牙到5月份将能开始缓慢地向着恢复正常生活前进，政府将逐步谨慎地解除禁令。在意大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死亡病例及重症病例这几日均保持下降趋势，显示该国疫情持续缓解。意大利总理孔特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意大利可能从5月4号开始恢复部分经济和社会活动，并协调好保护公众健康与经济生产之间的关系。孔特表示，在放松限制措施问题上，全国将采取一致行动，否认了媒体关于一些地区将先于其他地区解封的报道。在法国，医院住院人数和重症人数也呈下降趋势。法国总理菲利普当地时间19号表示，疫情正在缓慢改善，但法国还没有走出危机。目前法国的全国限制措施已被延长至5月11号。菲利普说，从5月11号起，在乘坐公共交通等特定情形下，或将强制民众戴口罩。在英国，英国教育大臣威廉姆森当地时间19号表示，暂时没有计划让学生返校上课。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戈夫当天表示，现实情况和相关建议都非常明确，现阶段英国政府不会考虑解除限制措施。俄罗斯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万例。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发表电视讲话，指出俄罗斯正分析其他国家的防控经验，并与他国同行积极协作。俄罗斯后续会有更多的资源和储备用于采取措施，保护民众生命健康并支撑俄经济。
非盟驻华代表拉赫曼塔拉奥斯曼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非洲新冠肺炎疫情呈不断蔓延态势，风险激增，引发国际社会担忧，非方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有效抗击疫情。奥斯曼表示，非洲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中方援助了大量医疗物资，并派出医疗专家组远赴非洲协助抗击疫情。非方感谢中国的深情厚谊。随着近期确诊数和病亡数急剧增加，非洲地区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希望中方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It is due to many difficulties African countries health face.In terms of equipment, in terms of ability to fight this, maybe we don't know that the case is maybe more simply because we don't have enough tests for our people in Africa. This is why we really need the support of China in two ways.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benefit from their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also we really need the equipment because we lack a lot of.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that can help us in order to contain this viral. 奥斯曼表示，中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并尽己所能帮助其他国家抗疫。针对一些舆论称中国借派遣医疗队等援助行为来说出中国模式，他认为这些观点非常不公正。当地时间十九号晚，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发生的枪击案目前已经造成十六人死亡，这个数字不包括已经死亡的枪手本人，此外还有多人受伤。据加拿大警方介绍，事件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当地时间十八号晚上，新斯科舍省波塔皮克镇发生了第一起枪击事件，警方接到多个报警电话以后出警，在随后的十多个小时里，枪手又在多个地点作案，警方对其进行了追捕，随后警方在当地一个加油站附近找到了枪手的尸体，枪手的死因还有待确定。枪手的身份已经确认是一名51岁的白人男子，名叫加布里埃尔·沃特曼，是一名牙医。他在作案的过程中伪装成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甚至连汽车也伪装成了警车的样子。枪手的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再来关注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你到底是谁？四面人生踏步前行，快跑！张若昀、王鸥、孙艺洲领衔主演精品年代谍战大剧《吉林卫视正义突击》，每晚七点半敬请收看《谍战深海之江浙》。长春小雪，2到0下30摄氏度。白城中雪转多云，2到0下2度。松原小雪，2到0下2度。四平小雪，3到0下3度。辽源小雪，3到0下2度。吉林阵雪转小雪，2到0下3度。通化多云转雨夹雪，3到0下2度。白山小雪，2到0下3度。延吉多云转小雪，4到0下1度。长白山小雪，0下3到0下6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你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再见。